好，各位同学，大家好。那我们大家辛苦上了5个主题之后，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单元最后一个小主题，1-6，建立校本课程发展团队跟运作方式。首先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范信贤老师所提供的台北市中正高中课程发展校本课程发展的组织跟核心小组。他认为说，学校要发展校本课程发展，首先必须要有人要组成一个团队，他就用一朵花、跟蜜蜂、跟蝴蝶，当作是隐喻来标榜说，我们校本课程必须要涵盖哪些成员跟组织。当然说，在这朵花里面的中心就是中央，花心之中就是要包含说那个核心工作小组，学校的那种校本课程发展的核心小组。在花瓣的部分，就是涉及到那种那个重要的领域有哪些。那在中层的地方还有包含说课程发展委员会，在核心小组的初拟草稿之后，经过课程发展委员会的协商讨论跟一些修正，来参考我们那个花瓣里面的那种那个六大领域里面去规划说如何实施于那个我们正式课程的实施中。另外还有包含的外层，包含教师社群的参与人员、差异化的教学进修、那个选修课程的开发，以及学校课程开发协同合作者的那个部分的资源部分，以及在这些组织里面，还是需要有一个课程领导者担任蜜蜂跟蝴蝶的角色，来回穿梭，是协调不同圈成员之间的意见跟看法，作为一个课程领导者的角色。另外呢，除了说这个学校里面的行政人员，然后领导角色、核心小组，然后各领域的那个小组，或是说各学年的小组之外，有需要的话，还可以邀请外面的研究学者、跟课程专家学者、学科专家进行陪伴，他就用猫头鹰的角色来呈现。另外，范信贤老师也是提醒我们说，那我们在进行那个课程发展团队的准备的过程之中，可以在整装待发的过程之中，有几个步骤可以去做考量，包括说第一个，可以思考我们如何去建立课纲转化的核心团队。因为你要做课程发展嘛，而且是配合12年国民教育做课程发展，你总要知道12年国民教育有什么内涵。这也是我们前面1-5跟1-6所谈到的学校课程架构跟核心素养转化的内涵，我们必须成员掌握这些。所以说接下来第二个步骤，掌握理解新课纲。但是呢，在这两个步骤之外，有一个比较第三个步骤里面比较特别，是强调盘整学校课程现况亮点跟问题。这里有点像是 SWOT 的分析啦，或者说有些学者会认为说，那9贯的课程是不是现在12年国教就废弃不用？其实不是的哦。就像刚刚讲的嘛，核心素养是基本能力的强化版跟丰富版嘛。那也许现有的课程或者现有的情况里面，已经有发展出一些符合那个学核心素养的东西，一些尽管还是有一点不足，经过修正跟转化就可以符合搭配核心素养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盘点既有的东西，然后搭配 SWOT 的分析，去发现我们的现况，或者既有的亮点，或者面临的问题，去做修正的步骤。接下来我们可以去确定课纲那些3面9项，或者说那些校定课程跟固定课程的结构里面，我们如何转化成我们学校的目标跟我们学校重点这样子。接下来是进入说由校本课程发展团队去发展课程纲要转化的计划策略跟进程方案，最后是进行模拟跟修订出学校本位课程方案，配合12年国教那个核心素养跟那个课程架构转化的那种计划书出来，这样子会做这些动作。基本上校本课程团队的运作机制，也许我们可以用过这张图简单来看一下。首先要绕人来嘛，要找哪些人？也许包含说行政人员、家长、学者专家、学习领域的老师，然后学年的老师、社区的人士、家长等等之类的这些，那个建制一个核心小组做中心的规划。然后当然是这些人还是要透过学校课程发展委员会的那种总体性的那种民主性的沟通慎思做选择，然后才能够去做整体性的那种把设计出来方案里面做一个合法化的程序，然后送到教育局去做备查，然后才能够正式的实施。基本上这些人所要做的工作，就像我们刚学理所讲的，第一个像史克北所讲，要做情境脉络的分析，或是在这个部分里面也要考量到共同文化跟差异文化的内涵。接下来第二个，我们考量到内部的条件，盘有既有的特色课程为何，哪些可以进一步强化，我们既有的课程有哪些优点跟缺点，可以进一步强化搭配做我们后续发展的重点。还有我们考量到外部的条件，
也许除了 SWOT 那种我们那个情境跟学生需求之外，我们可以考量到当新课程改革的那种纲要里面有哪些重点，我们进行研读跟理解，透过我们情境脉络 SWOT 分析以及现有课程的以及外部一些政策的分析，搭配这三个面向进行我们愿景的建构或是修订啊。也许有的学校九贯之间就 有学校愿景，但十二年国教也许那个什么课程的那种理念不同啊，甚至那个老师的成员也会更换，也许我们根据三个指标去做一个考量。那另外根据学校愿景，我们进一步去考量说，哎，我们学校里面也许是自发快乐民族，根据这三个愿景，我们可以规划出哪些课程，期待我们学生经由学习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叫学生图像。啊，透过愿景跟图像，我们去做慎思，我们整体学校课程目标可以朝向哪些重点去发展，接下来秉持这些目标去规划我们学校整体的课程计划跟方案，包含说整体课程架构，还有说那个固定课程的规划，以及弹性学习课程、校定课程的规划方案，这些整体性规划的考量，这是我们校本课程团队跟运作机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包含这些。那么16重点大致上包含这些，那大家有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